哎，不是，前面干嘛去啊？突然。没得机。买的。对啊，那我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？为啥买都买了？我说了退回去。我不看你挺喜欢的吗？我喜欢你就买啊！再说我说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了？我只是在我朋友那看了一眼，感觉像这个牌子，只是看了一眼而已。再说了，你刚刚做工作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让你乱花钱。我喜欢你就买，我喜欢天上的星，喜欢天上月亮，你也帮我摘下来吗？那些我都办不到。如果我能做到的话，我愿意。但我现在只能为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我听过一句话，虽然不知道真假，人与人相遇的概率是70万分之一，而我们相遇的那一次在地铁，就是70万分之一的那一次。我一直觉得这一次是很幸运的，我也觉得你值得。你笑了，那你不生气了吧？在哪儿学的？我不都说了吗？听说，真假不重要，能让你开心才重要。嘴皮，以后少听点。收到。你拿手机给我去。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？检查，怎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那币没有。哎呀。啥呀？转钱干嘛？你忘了，今天出来玩可都是你买单的。我给你买单是因为我想买啊。可是不能每次出来玩都让你一个人买单啊！我是带你出来玩的。我知道，但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。不是的，一起出来玩和买单是两码事，而且不能总让你一个人没有买单呢。又谁规定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男生付出呢？我刚才在奶茶店，眼睛的样子。我晓得，可是我好歹上班了，我怎么也比你一个小小学生强吧？我很开心你为我的付出，但是我想站在同等的角度上考虑感受。是这样的吗？是啊，那这个可以给我带什么？别别别，你看他拉了，他就拉了，我要给加钱看看。